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你收看由万通国际投顾林中祥为您制作的飙股急先锋。好，今天是11月的最后一天，再来就是12月咯。老师，12月有什么大事情？年底啊要做账啦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在这里明白的告诉你，年底要做账了。所以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，老师有什么股票会做账让我涨一倍两倍，对不对？诶，不要说一倍两倍啦，给你涨个一倍你今年的年就很好过了啦。当然如果要涨一倍，一定是主力筹码很多的股票，一定是公司业绩很好的股票，一定是题材在这里发烧的股票，不然你凭什么涨一倍两倍，对不对？万宏跟华邦电在这里会不会涨一倍两倍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那航运股会不会涨一倍两倍？不可能。电子股会不会涨一倍两倍？很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在这里你就下好离手，买进等它涨一倍两倍，对不对？各位投资朋友，我讲的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，来跟你看看一个，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做的和想的跟你会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跟各位投资朋友讲，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，今天台北最多涨200多点哦，吓死人了，老师不追没有了，结果收盘的时候是涨90几点，那你看不会涨的股票你把它卖掉了，你把它洗掉了，你看一下4961的天域，老师看那么高我追下去我要当冲啊，老师一直杀一直杀，老师我把它停损了，停损你看尾盘给你拉上来500多张，500多张，谁在拉的？老师你会员在拉的，不要不用，我会员不用拉啦，500多张，我会员每个人买10张也会有500多张啦，但是我们都买好了嘛，下好离手准备涨停。好，天域12月2号要举办法说，现在股价才250块以下，上半年赚了多少？上半年赚了大概是这个20几块，对不对？到第三季为止已经赚了20几块，今年大概赚30几块，将近40块，股价确实偏低。昨天外资也买了一坨拉股啊，那今天为什么不直接拉涨停？因为还没有12月啊。各位啊，我告诉你，他要办两次法说，第一次的法说是12月2号，第二次的法说是12月10号。各位啊，我们当初在这里去年年底的，它都是涨这个月份是12月到春节哦，它都是涨这一段的哦，12月到春节哦。你知道吗？12月一直到春节它从150涨到395。这里是不是 150? 没错吧 ,150,200,250,300,395。好，现在又来了。又要开始动了啊。那我们如果说这里出生段这里涨100块拉回来守住，主升段照理来讲出生段跟主升段是一样，大概也会涨100块。如果会涨100块你买了你就丢在那里，连当冲都不要做了。你看你今天当冲多厉害啊，你再买在这里冲冲不掉。结果你杀掉以后他又上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好，我在这里告诉你就很清楚嘛，4961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来看6531的艾普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他也是从去年，你看啊，这里是不是12月1月嘛，300块买400块卖，300块买450卖，380买750卖，它都是一月二月就12月1月嘛，都是12月1月在涨的嘛，我没有骗你啊，我没有骗你啊，4961对不对？各位它是怎样
它是12月就开始动了嘛，看1月嘛，2月大涨嘛，因为营收公布好嘛，再加上法说出来，开玩笑啊，金燕金红都涨到200多块了，它也不过赚6块钱，我赚它的是它的5倍，我股价会不会比它贵一倍？当然会，我认为会。那你不相信，我知道很多网酸在这里说啊，老师啊，被你讲以后就不会涨，那你都不要买，你用看的就好，你一张都不要买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啊，还有，如果你认为不会，你去放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去空它嘛，对不对？多好赚啊，哦，老师它会跌咯，老师它会跌到150哦，那你就空啊，现在空还有100块可以赚啊。对不对？随便你啦，啊，反正我带我的会员做就好了，你不爽你就不要做嘛。我在这里告诉你，你用看的哦，你一张都不要买哦。啊，你买的是对不起你自己哦。对不对？啊，各位，我讲的就是那么的单纯。啊，你一张都不要买哦。啊，所以各位，股票市场哦，如果基本面没有用，那大家都不要做股票，大家都用炒的就好了嘛。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你，像6531的艾普，对不对？啊，12月照理来讲齁，12月4、5号开始要动咯。啊，你看啊，这里是1月2月开始涨的嘛。诶，你不要看哦，从300多块涨到700多块，涨到900块，你能不能过一个好年你自己想。林先生、汤小姐，你会不会过一个好年你自己讲。对不对？照我的意思在做，你是不是在这里，你这里买300万，这里变1000万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大概是这样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4961，老师我已经买100张了，100张就抱着啊，也不需要加码了，算了，够了啦，你抱着就好啊，啊不会做价差我带你做嘛啊。老师我想做当冲，五张来做当冲，不要了，你又不会做，你做五张当冲干嘛？五张当冲你也赚不了什么大钱，对不对？你就抱着，等到涨停涨停涨停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怎么赚钱了嘛。好，各位，今天有两只股票啊，一只叫2388的威盛，老师拉尾盘吓死人了，从84块拉到88块，84块拉到88块。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拉尾盘，明天要不要追？明天不要追。老师有一只股票2498的宏达电，杀尾盘，啊，杀尾盘要不要怕？不用。明天开盘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收775，又是258，明天开盘价应该就是79块，因为这个是当冲杀出来的嘛，啊，这当冲杀出来刚好碰到这里嘛 ，K D 指标开始交叉嘛。那明天开盘一定越过80块的啊，因为宏达电在这里就是元宇宙嘛，对不对？唰起来就涨停板给你看。775的涨停板是多少？775的涨停板大概是85块。啊，我在这里也告诉你元宇宙的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这5351的预创今天盘中拉到涨停板。那拉到涨停板你去追涨停板，你不是很衰。我也告诉你啊，他来到80块可以买啊。昨天买80块收盘价了就855了。今天就94了。老师我没有追在 94, 那你聪明。那万一明天有跌要不要买？当然要买嘛。啊老师 ,94 块要怎么办？不能先卖一趟哦。啊不能先卖一趟就对了。啊老师我抱着没关系，我成本低。没关系你再去抱。当我们下面有买的时候，你再一起再买，再加码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讲的话就那么单纯啊，就那么单纯。来，我们看一下3141的金红，它是不是现在比这个天域还便宜的？242，242，老师真的呢，258呢，242。我们看6411的经验，老师它也是拉尾盘呢，拉尾盘不要追啊。啊，有低下来买，你看那个咚咚咚咚跌下来，你又不敢买，
啊，昨天拉长红，今天又拉长红，你要拼命去追，对不对？拉回来再买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昨天告诉你什么啊？各位，6485的点续，老师昨天涨停呢，我今天去追，你今天去追就丢钱。什么叫丢钱？你知道吗？砰砰啊！好惨，各位不要去追股票啊、哦！各位不要去追股票，股票不是追来的，你可以再慢慢布局，慢慢布局，拉涨停板赚涨停板就是你赚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2338的光照，最近有一个会员来参加我的光照，买了不少账，陈先生啊、哦，我说主力筹码多，不需要卖，来看一下，对不对？两根红棒了，指标向上了，这个高点会不会过？这高点会不会过？我认为有一点机会啊，因为今天收盘收的蛮漂亮的，今天下面的买单也非常的积极啊，所以你不需要去杀低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不需要去杀低啊，明天搞不好涨停板给你坑，老师涨停板，那你就带我们买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时间点对，我就会带你买。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啊。但是你不要追在高点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带会员是不喜欢追在高点，我喜欢拉回来量缩，或是拉回来买在相对低，未来才有空间。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，2498的宏达电，你买在70几块80块会赚，因为这最高是多少？最高是90几块，对不对？你买90几块，你要等解套。你买85块你等解套，你买70几块80块你等着赚钱，因为当人家创新高的时候你就赚钱了，对不对？好，4961的天域，对不对？各位啊、哦，你要怎么做？你买在250块以下你就等着赚钱，将来到300块你就数钞票。老师会到300吗？那你就一张都不要买啊，我已经跟你讲过了、啊、你不用酸我了啊，你一张都不要买了。那你如果认为不会到，那你就去放空嘛，对不对？你去空嘛，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啊，酸没有用，你手上没有涨上来你也没有，你手上没有涨上来你赚不到钱。当人家有钱人之所以成为有钱的时候，你就在边边看就好了。老师我买的比较高诶、欸、老师我买在啊260-270也放着。你放一下你会死啊、哦、啊，对不对？就等它涨停嘛，等它涨停涨停涨停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、我跟你讲的都很单纯啊，我们讲的是分析，我们讲的是让你了解。老师我每天都要做当冲，当冲没有我带你就不要乱做，好不好？各位今天你当冲，哇靠哇靠，老师我开盘价买252，结果254冲掉，拍拍手赚两块。老师我买在254，结果停损在245，结果收盘248249，老师我要输钱了。不要乱做，好不好？没有量不要乱做啊。所以各位股票市场其实啊，你不要想乱做。像我今天有会员有做啊，像艾普就有做啊，买多少？518卖525啊，这当冲的啊。那但是今天啊手上有流仓的啊，也没有叫他买也没有叫他卖啊。那明天我就要带会员做了啊，如果你认同我你就跟着我做啊，不认同没有关系，节目当作综艺节目在看啊啊。软趴趴老师反正蛮厉害的啊，软趴趴那个最近他也没什么代表作了啊，骂人家的股票骂完了，那股神系统已经讲到已经语无伦次了啊，因为股票一直涨，他说哦，这个很都卖出讯号，卖出讯号，他已经语无伦次了。成龙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对，有一个武打明星叫成龙的，每天航运钢铁说电子烂，
说实在啦啊，你可以讲航运钢铁很好，你也不需要说电子烂，人家每天在涨停，每天在创新高，你说人家很烂，那你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股票市场各做各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说2344啊这一只股票啊怎么样，但是各位涨上来恭喜你啊，你看弯头下来又弯上去啦啊，那这个股票一天涨跌一块钱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啊，我没有办法带会员去买那个赚一块赔一块，赚五毛赔五毛，何必呢？2337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又涨了五毛，哎，老师，我底部买的，那恭喜你啊，底部买的上来啦。老师，我这样也赚20%，20%，恭喜你，好，20%，恭喜你。4961的天域，啊，我已经赚100块了，你才赚20%，哎，这里到这里是100哎。你会来参加我的会员，我没有扣他们买。100块，10张就100万，100张就1000万，各位，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做的和想的跟你完全不一样。老师，我小资族，我买三张，你这样想好了啊。如果农历过年前，或是12月之前，他如果供到300、350。你只要一张你就30万嘛，3张就快100万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年不是很好过吗？对不对各位？那你年不是很好过吗？所以各位啊，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子，做多啊很好赚，因为越涨越高。来，我跟你讲一个观念，就像5351的预创，你如果在这里20块的时候你不要买多，20块你买得起吧，买100张就是200万，涨到100块变成多少？变成1000万。老师，已经过去了，过去就代表你要学啊，啊不然呢，对不对？当初你来买万宏跟华邦那样的钱，你跟我来买预创，你是不是变成1000万了？结果你还在华邦念万宏，对不对？各位，那我问你，昨天80块你又不敢买，今天涨停板94块你又追，80到94，14块钱，华邦念万宏要涨一辈子都涨不了14块钱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讲的话你自己知道嘛。好，重点是，好，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做的和想的跟你不一样。我明天打算有一只股票啊，因为在这里要举办法说了，我认为明天大概可以做当冲，搞不好当冲啊赚15块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你就拨电话进来，老师怎么拨啊 ？W1788标股急先锋，你就拨电话进来。W1788标股急先锋，你就拨电话进来。W1788标股急先锋，你就拨电话进来。各位啊，我在这里专门计算主力筹码，底部量缩好买点，高档爆量好出货。来看一下什么叫底部量缩。来，各位看一下，哎，今天是爆量哦，4万多张变7万多张啊。我问你，9000张变4000张还不跌，那明天万一量大一点呢？啊，各位给你看一下。你看哦，这里都没量哦，没量你不敢买，对不对？老师不会涨，就没量180变成200，回到190变成220，回到200变成278，这里爆量，这里又量缩了，对不对？这里又量缩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又量缩，对不对？明天供给量只要15000张。就是涨停板，然后12月2号举办法说之后，搞不好这个高点就突破啦，就涨停板啦。所以各位赶快跟我们做联络，我带你买
我买的点一定很机车，而且涨停板你一定赚得到。好，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愉快，明天小周末一定要赚涨停板哦。祝各位投资朋友明天的涨停板就等着你来，谢谢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